喂，是我。怎么样啊？把他们打发走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。只要你不暴露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的。现在国内啊，办案也讲究证据，讲究无罪推定。被人盯着的日子总是不好过。最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。再说，我们不是还有龙兴这块金字招牌吗？我们是纳税大户，只要没有证据，势力生理不会轻易动我们的。好了，先不说了，俊儿马上就回来了。俊儿他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自从达儿的事情发生以后，他看我的眼光啊，有点变了，也变得寡言少语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了。我看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继续让他蒙在鼓里吧。我知道了，你也一定要当心啊，千万别露出马脚。你放心吧。这个是瑞德他妹啊，拿了一些虾爬子来，我就拿一点啊，跟建设和周伟哥俩啊尝尝鲜。这俩孩子见了真高兴。哎，这小哥俩呢？去学校了，说明天呀要模拟考试呢。哦。哎，好，嫂子，这小哥俩今年打算报考哪个学校啊？周伟啊，要报考北京医大，建设。要考中国刑警学院。好啊，一个学医，一个学刑警。哎呀，我明年呢，叫我们家许娟啊考东山大学中文系，以后啊可以做官啊。当医生当然好啊，我看那当警察的也没什么好的，这一年到头能有几天在家的？嫂子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你看我四海国现在多风光啊，连审厅的人都请他去断案呢。哎，我个人呢？快下班了，这不说草草草草就到。哎呀，哥回来了。哟，家福呢？哎，来了，坐吧坐吧。哎，坐啊，我去弄饭。真记不起念叨，真说你呢。家里有酒吗？我刚才出门一着急啊，忘拿了。忘拿了？哎，你是早就看上我藏的那两瓶云山特酿了吧？啊，我的哥呀，谁在你面前都不能耍小心眼儿啊！你呀，快坐，快坐，哎，好，坐吧。40万，全是现金啊？
是先进的。这儿啊，都是村里的村民呐集资的。现在啊，皮棉紧张，而且都是现场要复现的。就这样，你即使有钱，你都买不上。不是你这么多现金带在身上，这个安全性你考虑过没有？我考虑过了，上回啊带的比这次还多呢。这回啊，我让许强跟我一起去。他毕竟呢当过特种兵，四五个人呢靠不了身。你放心，哥啊。慧芬，你来一下。这个200，这个300。哎，我不是说让你都取出来吗？你怎么才取了一半呢？都取出来，简生和朱伟吃什么呀？这马上要高考了，如果都考上了，拿什么供？行，就眼下燃眉之急嘛。燃眉之急，想借钱就明说嘛，我又不是不借。这家福啊，自打做了生意，这弯弯绕就多了。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吧。啊，家福，哎，哎，这什么？这是我让慧芬下午去银行特意取出来的。这200呢，你带上路上用；这300块钱，你交给月娥。哎，哥，我有钱，你们留着吧。建设和周伟啊，上大学要用钱的。我都知道了，你这两年挣的这点钱，这次不全交了罚款？我上个星期给你们家打电话，说是欠费停机了。昨天在街上，我碰见许军了，他把家里情况都告诉我了。说我们家这个许军也太实在了。刚才还说呀，以后让许军做官呢。我看许军这性子呀，就不适合当官。小郭，哎，拿着。哎呀，你拿着。好，那我拿着吧，等我缓过这阵儿，我再还给你。哎，你还想喝不想喝了？想喝就把嘴给我闭上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我进去。哎呀，我尝了你虾爬子，尝尝吧，很新鲜的。家福，要不咱们吃点东西，再去找住的地方吧。算了，先住下再说吧。啊，哎，哥们儿，来点啊！不不不。出门也应该多穿点啊，没想到这么冷。哎，乔子，今晚咱就住这儿吧。行，就这儿吧。走。包里还带瓶酒呢，一会儿一块喝点。哎，我不喝。你不喝我喝。行行行，那你喝点吧。Thank you.
主要我当时太心急了，我主要想崔天心有两年的失踪期，他又是黑帮老大，金森又曾经是他的手下，这些线索结合在一起，我灵光一现就脱口而出了。喂，我听着呢。石磊是不是跟你抱怨了？石磊只是跟我说了一下经过和你们目前的处境，他已经跟崔志友谈过了，崔志友也答应不撂挑子，说要再找一下貔貅帮的老人们再聊一聊。我
是不是犯下了大错？知道就好。不过没那么严重，不用太自责。查出金森的时候，我满怀热血，十分投入。尽管缺少刑事见识证据、目击证人、可能动机、可能嫌犯、可能或不可能的线索，但是我相信徐家福应很快就能找到。因为我们众志成城，因为我们布下的罗网如此严密，还因为我们手上可以运用的资源那么充足。可是结果依旧是那么令人大失所望。景月，你要坚信一点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许家福只要还在南国，就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。我在上海说过，史上所有传奇的罪案都有什么共同点？他们都旷日费时，都是怕不公平。我不需要你的安慰，我需要你的经验。我告诉你，资深警察不会假扮英雄，一切不够缜密的推断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。还有，直觉是许多线索信息的总和，当你搜寻到的线索足够多的时候，案件中的逻辑关系就会显现出来。没有谁是天才，坚持才能成功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刚回到龙城啊，在机场呢。我给你发了两个信息都不回我，什么情况？你查怎么样了？你又不说话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提前声明啊，要不是我从田小兰那儿查到线索的话，你们肯定在南国抓瞎。你说完了没有？什么情况？心情不好？我们好像一直在兜圈子，指尖树，吴建林。什么意思啊？所有的点都卡在金森这儿了，从他身上，从貔貅帮，一切的一切没有能和徐家福扯得上关系的线索。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在南国的土地上出现过，他只存在于逻辑推理之中。这说不通啊！所有的线索都印证，徐家福的的确确就在南国，还有两天就要回国了，我。哎，行了，别难过了啊！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其实我早就预料到了。你是预料到我会灰溜溜的回到龙城，是吗？哎呀，不是这意思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很可能你们的南国之行，许家福很早就知道了呢？你是说，
你已经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，是吗？当然不是徒劳了。那查案子嘛，虽然说你们现在查的线索都碎片式的，但只要找到个切入点，你就可以把它串联起来。当串联起来那一天，那就真相大白了。再说了，我们今夜查到的那些线索啊，怎么是徒劳呢？每一个线索都非常的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跟冯海说的都一样，都一个调性。行了，别难过了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陪你哭会儿，哭完之后咱们高兴点。我没哭，我只是难受。行了，别难受了。我挺不服的，为什么好运气每次都跑到你那儿去了？哇，那我所有的幸运还不都是因为你呀？喂。你接着说吧。我说什么？我想跟你说，这警察办案子，他一定是高峰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你是真的不知道我想听什么吗？看来你的脑回路的确有问题。喂。喂。进来。老李，不好意思让你跑一趟，本来我应该去省厅找你，但我又怕碰到张副厅长。怕碰张副厅长什么意思？有什么事跟我直说吧，用不着这么吞吞吐吐的。许军。许军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从许军身上打开缺口。我们立刻传唤了许军，听他说吴桂祥死的时候他正在病房睡觉，是医生护士冲进去才把他吵醒。根据我多年审人的经验，我之前是搞预审的，后来才调到刑侦。总之我觉得许军没有撒谎，我没有对公司和吴桂祥的家属进行调查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除了吴天一人，没有一个人说许军的不是。他的口碑是相当的好，就连当初根本就看不上许军的朱淑珍，就是吴桂祥的老婆，许军的岳母，他也认定不可能是许军对此下的毒手，所以我们就这样排除了许军的嫌疑。师傅，咱们去龙兴集团吧。好的。好，去吧。什么事？董事长，保安说有一个叫高峰的人想见你，说有重要的事情。高峰？哪个高峰？他跟保安说了一句他是高彩的孙子。董事长，让他上来。但是他没有预约。让他上来。请进。徐董事长。高峰。哎，坐。徐董事长，很高兴您能有时间跟我见一面。高峰，咱们有几年没见了啊，不过还好常能从朋友圈里看到你的消息。哦，是吗？
那前阵子我在上海出事的那件事情，您知道吗？上海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你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你吗？是我，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，估计我早就被人杀了。杀了？哎，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？这就是光天化日之下。不是高峰，这是谁啊？这是谁要杀你啊？一个从南国来的杀手吧，南国来的一个杀手。嗯，不是高峰，你这么说，我一下这个脑子真的转不过弯来。你直接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具体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跟您父亲有关。您先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你说。不行。这绝对不行！你凭什么认定许军是许家一个不知情的人？你又凭什么认定许军他是清白的？我跟许军接触过，凭我这么多年刑警的直觉和对人的判断力。冯凯，我告诉你，不许你接触许军，更不许你把我们的怀疑全盘托给他。这有多大的风险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局面会失控的。我知道，但我们现在已经走进死胡同了，前面就是一堵墙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撞墙，把墙撞开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冯凯。我也有26年的警龄了，我虽然不是刑警，但是我知道破案的规矩。你这叫什么啊？我从来听都没有听说过叫你这么办案的。我告诉你，冯凯啊，这个办法你想都别想，更别说去做了。听到了吗？真是胡闹。你妈在英国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一切都挺顺利的，罗伯特照顾得挺周到的。就是对英国这个炸鱼薯条还不太适应。哦，对了，后天他们就回国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东盛银行会给我们 BAT 项目开出保函。嗯，我妈昨天还问了，咱们的英国分公司什么时候能挂牌？快了，正找人算黄道吉日呢。黄道吉日？你还信这些啊？没什么信不信的，人嘛，福来不知，祸来不觉的，不知道自己能经历什么，也不知道这辈子什么时候就走到头了。那如果知道了呢？知道了，也许会心安吧，也许会没有那么多期盼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，也许知道自己的结果是什么，但还是会随着自己的心走。毕竟那样才算是活了自己的一辈子吧。可问题是，有谁能算得准自己的未来呢？所以啊，只有跟着感觉走。周总，徐总，徐总好。嗯。周总，这有份文件，请您处理一下。这边请吧。徐总，曾姐，下午跟发改委见面的事儿跟我爸说了吗？说了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对了，徐总，怎么了？高峰和董事长在办公室里谈话。谈了多久啊？还在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高峰，你不觉得你这些说法有些太荒诞了？你这些想法从哪儿来的？我怎么想的？你完全可以不用在意，因为我毕竟不是警察。您要在意的是，
冯凯他们到底怎么想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我有个问题能不能问？你说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今天跑到这里来，特地告诉我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在许家，您可能是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徐董事长，我先走了。他来这干什么呀？找我有事吗？爸，他跟你说什么，你都不能信。别信。你的意思是你知道他来跟我说什么了，对吗？是关于爷爷的事情吧？他跟你说的话，前几天刚跟我说过。彤彤，我想安静一会儿。高峰，彤彤，我想安静一会儿。好，那我先出去。进来。倩倩有消息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有价值的。我刚才看李总队出去，脸色也不太好。你们说什么了？我提议把许娟当做突破口。怎么突破？你不会是想把我们了解的？不可能了。老李的不同意。有时候我真挺羡慕高峰那小子的。你上次不是还说？高峰没有约束，在你手底下三天都过不去吗？即使没有约束，也不能违背法律法规。冯队，假如你不是警察，你会像高峰一样吗？假如我不是警察，这不可能，没有这个假如。我永远不可能托这事江福。喂，奶奶。高峰今天是不是到公司找过你爸了？对啊。那他们都聊了些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奶奶，我现在这儿有事儿，我先挂了。哦，好的，你先忙啊。
张云龙，我告诉你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国家的政策你是知道的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，老实交代许家福到底跑哪儿去了。我还要跟你们怎么说呢？人跑哪儿去了？我还要问你们呢？他离开家的时候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成携款逃跑了呢？这么大一款子，脑门一开就全款跑了。我告诉你，从种种迹象上看，许家福做这一切是有预谋。你是他老婆，全许村人都知道他许家福是出了名的妻管严。他犯下这么惊天动地的大罪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赵云龙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争取戴罪立功，劝许家福自首，或许还能救他一条命。志杰啊，我还是不相信家父有预谋，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，要不然说不通了。我给他200块钱，啊，衣服和鞋都在宾馆。哎，你能不能让新乡那边的公安再仔细的查一查？这都是同行，应该相信人家的办案能力。再说了，有人在小巷子里发现过许家福，还拎着那个女性袋，有目击证人的。不是，家福这么做有什么动机啊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想想看，这两年他的村办企业办得非常红火，家里条件也很不错。去年因为那批走私皮棉被罚，他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是清楚的。这过惯了好日子的人，突然一下子面对这么一大笔巨款，这还不算动机啊？不是这样，家福为了这个厂子已经倾尽了心血，他是想把这个厂子办好。上次的那批皮棉啊，那有罚款，他自己垫上的。别跟我说这么多，四号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现在压力很大，要不是咱们公安守着赵月娥的房子，那许村村民早就把他们家房子给掀了，这可是大事儿。你就全当帮我一次忙，行不行？嗯。四海，哎呀，我们家君儿去哪儿了啊？我问他们，他们就是不告诉我。君儿没事，我把他接到我们家了，放心吧。哦，啊，是吗？四海，你给平平这个礼。云儿，慧芬给你包点饺子，还热着呢。你先吃点东西 啊！我吃不下，我心里堵得慌。这个死家福，他为什么要携款逃跑呢？现在好了，我也成了同谋了。